男人品味大考验，男生帮女生配好衣服，跟男友妈妈去洗头。喜欢这一种，他还跟你哎，问你这衣服在哪里买？妈妈会直接问说啊，你有花名吗？海边参加音乐季，九处九处。出场其他女生都不会跟他玩了，就会觉得啊，这女的。可是我的朋友们都穿这样去音乐季，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跟班。